有条大鱼钻进皇后的宫里了。你现在就派人去盯着，把什么样的大鱼钓出来，可就不好说了。皇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刺客，奉旨保护皇后。混账！刺客，刺客怎么会在我这里？你们滚出去！内宫怎么会有锦衣卫进来？还带着刀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来的？皇妃，奉旨捉拿刺客。这倒是奇了，刺客怎么会拿到皇后宫里来了？皇后现在有孕在身，你们要是谁惊扰了她，谁担得起责任啊？都到外面去等着，出去！回皇上话，这是我的东西，皇后喊我叫姑姑，我想我还是有这特权的。你喝醉了。是皇上，我是喝醉了。你管了一辈子的后宫，这是要诛九族的。九族？九族？诛我九族的时候还没你呢，九族只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婆子了。是真的吗？想好了告诉我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你到底生的什么病？就在床上。皇上，
我不敢出宫门半步。胡尚仪，叫公正司。是。皇后，走，我走了。